中产港姐冠军被起底，身家过十亿啊！我谂我了解中产嘅，咁因为我自己都系中产嚟嘅。继财爷之后，应届港姐冠军都俾咗中产一个新定义，住得九龙塘独立屋，就梗系人人都想起佢有几多家底啦。有传阿陈爸爸旧一年继承嫲嫲嘅遗产，计晒 cash 啊物业 ，click click， 差唔多成3亿噶。嗱，另一个版本仲巴闭，话陈。